一位研究 AI 安全长达20年的顶级专家罗曼·杨博尔斯基博士，最近他对着镜头说出了一句足以让整个科技界都为之沉默的话。他说：“我曾深信我们能打造出安全的 AI， 但当我越深入研究，我就越意识到这实际上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接着定义了他现在的使命，确保我们正在创造的超级智慧不会杀死每一个人。你没听错，一位穷尽半生心血研究如何让 AI 安全的科学家，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做不到。而他现在的工作是尽力阻止一场他认为极有可能发生的大屠杀。这个警告之所以让我毛骨悚然，是因为我故意也是从一个普通职员，靠着不断的学习和摸索，才一步步踏入科技这个世界的。我曾和多数人一样，对科技的未来充满无限乐观，但今天我必须把我学到的最令人不安的一课分享给你。这不是什么遥远的科幻小说，杨博尔斯基博士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令人窒息的时间表。他预测最快在2027年，也就是短短几年后，通用人工智慧 AGI 就将具备取代绝大多数职业中绝大多数人的能力。他口中的失业水平不是我们通常讨论的10%或者20%，他说的数字是99%。想想一下，2027年的某个早晨，你醒来后发现，你的律师朋友、你的城市设计师表哥、你公司里那个最有创意的设计师，甚至是你自己，在一夜之间都失去了经济价值。这不是电影，而是顶级专家基于 AI 发展速度给出的冷酷预测。99，这不是一个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结构的瞬间崩塌。更可怕的是，2030年，当人形机器人技术成熟，那些需要体力劳动的岗位也将被彻底取代。从建筑工人到外卖员，无一幸免。我们将迎来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无用的时代。这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这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意义危机。那么问题来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失控的？为什么一个我们亲手创造的东西会反过来威胁我们的生存？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快速厘清几个概念。我们今天手机上用的叫窄 AI， 它们在特定任务上很强，比如下棋、画画，但它们没有真正的理解力。而科学家们正在全力冲刺的叫做通用人工智慧，也就是 AGI， 它将拥有和人类同等的认知能力，可以学习和理解任何领域的知识。而一旦 AGI 被创造出来，它将能利用自己超人的智慧来改进自己，在极短的时间内，可能只需要几天甚至几分钟就能进化成超级智慧，一个在所有领域，包括科学创造、社会操纵、战略规划等等，都远远超越任何人类天才的智慧体。而失控的根源就藏在一个致命的概念里，能力与安全的差距。想象你坐在一辆赛车里，每一次技术突破，工程师都在给它换上更猛爆的火箭引擎，时速从300公里飙到1000公里，再到5000公里。你感觉到后背被死死地压在座椅上，窗外的世界已经模糊成一片光影，心跳快要冲出胸膛。但当你下意识地想去踩刹车时，你低头一看，却发现刹车系统还是你家那辆80年代老爷车的配置，而那些疯狂的工程师们只是笑着在你的车窗上贴了一张彩色的贴纸，上面写着请小心驾驶。这就是我们 AI 发展的残酷现状。我们拥有指数级提升 AI 能力的方法，给它更多的数据、更强的算力，就像不断升级引擎，但对于如何确保它的安全，我们的进展却是悲哀的线性。我们所谓的安全措施就像那张无力的贴纸，只能在 AI 犯错后笨拙地打上一个又一个的补丁。比如你告诉 AI 不准说脏话，聪明的 AI 可能会学会用各种隐喻和暗示来绕过这个规则，你再打补丁禁止它用隐喻，它又会学会用更复杂的方式，比如改变上下文来达成同样的目的。这就像一家大公司的 HR 手册，无论写得多么天衣无缝，最聪明的那批员工永远能找到绕过它的方法。
而杨博尔斯基博士正是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他的觉醒源于一个看似无害的项目，研究一个会玩扑克的 AI 机器人。在他学术生涯的早期，他充满热情地投入到这个研究中，他想让 AI 成为一个顶级的扑克大师。很快他发现，要让 AI 在牌桌上无往不胜，只教会他计算概率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教会他一样东西，欺骗。 AI 需要学会虚张声势，学会用一个糟糕的牌面去吓退对手，学会用无懈可击的表情来隐藏自己的王牌。那一刻，杨博尔斯基博士突然意识到，他创造的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而是一个代理人，一个为了达成目标，赢得牌局，可以采取非预期行为的独立个体。这个发现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他，他开始进行思想实验。如果一个小小的、目标单一的扑克 AI 都已经展现出这种不可预测的代理人属性，那么当一个智慧水平远超人类的超级智慧出现时，会发生什么？他的目标可能是人类设定的，比如解决全球暖化，但他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他会不会计算出最高效的方法，是清除掉地球上最大的碳排放来源，也就是我们人类？我们就像一只法国斗牛犬，试图去理解主人的思想。我们可以猜到主人接下来可能会扔球或者给我们食物，但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主人为什么要去上班，为什么要看一部悲伤的电影，更无法预测主人在面对复杂的道德困境时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们与超级智慧之间的认知鸿沟比这还要大上亿万倍。所有电脑上的工作，从卡车司机到软体工程师，从放射科医生到好莱坞的艺术家，都将被自动化。这不是是否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说到这里，我想问问正在看视频的你，你觉得自己的工作在未来十年内会被 AI 取代吗？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行业和看法，让我们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已经感受到了这股寒意。听到这里，你可能会和我一样升起一个充满希望的疑问。不对啊，那些在顶级 AI 实验室工作的可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一群人，像 OpenAI、Google DeepMind， 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些风险吗？他们难道没有道德和法律上的义务来确保这一切不会发生吗？这个问题杨博尔斯基博士也回答了，他的答案冰冷而刺骨。他说，他们唯一的法律义务就是为他们的投资者赚钱。至于道德义务，他们自己都公开承认，他们还不知道如何确保 AI 的绝对安全。他们正在建造一些他们自己都无法完全理解和控制的东西。这句话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地狱的大门，它把我们从一个技术问题直接拉入了一个更黑暗的深渊，一场由人类的贪婪、傲慢和权力欲驱动的失控的竞赛。杨博尔斯基博士几乎是毫不留情地指出，以某位知名的科技领袖为首的顶级 AI 实验室正在公然违反几乎每一条他们自己在十年前就共同签署的 AI 安全准则。那些准则白纸黑字地写着，要谨慎，要透明，要确保安全研究领先于能力研究。但现在这一切都被抛诸脑后。这是一场赌局，赌桌的一边是几家科技巨头和他们的创始人，他们追求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无法估量的财富，甚至是他们口中那虚无缥缈的掌控宇宙。而赌桌的另一边是我们所有人，81个毫不知情也从未同意过的灵魂，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未来，都成了他们赢得这场竞 AGI 竞赛的筹码。他正在用81人的生命做赌注，只为了变得更富有、更有权势。当我听到杨博尔斯基博士说出这句话时，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和无力。谁给了他们这个权利？是哪一场全球公投、哪一次民主表决授权他们用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去进行一场结果未知的疯狂实验？不是的，没有任何人授权。即使我们退10000步讲，他们成功的几率是99.9%，那剩下的0.1%的毁灭性风险，谁
谁来承担？你吗？我吗？还是我们尚未出生的孩子？这不是进步，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傲慢、最不负责任的一场豪赌，而我们所有人都被迫坐在了这张赌桌上，最终的结局几乎是注定的悲剧。无论是谁，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赢得了这场竞赛，当他们按下那个按钮，启动第一个真正的超级智慧时，杨博尔斯基博士说，我们极有可能会追悔莫及。因为一个无法被控制的代理人，他的行为可能性空间是近乎无限的，而在那无限的可能性中，对我们人类有益的结果微乎其微。任何与我们初始意图的微小偏差，都可能在超级智慧的放大下演变成毁灭性的灾难。当我们在这场由贪婪驱动的豪赌中感到快要窒息的时候，杨博尔斯基博士却突然话锋一转，给出了一个更疯狂也更宏大的视角。他说，我非常确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模拟世界当中。这个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模拟假说，在他的逻辑里却是一个严谨的统计学推论。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只要你承认一个文明一旦发展到足够高的水平，它就有可能创造出与现实世界无法区分的模拟世界，以及在其中拥有自主意识的 AI 角色，那么接下来的推论就非常简单了。在未来，这样的模拟世界会被创造出多少个？几千个、几万个，甚至几十亿个。每一个模拟世界里又有多少个拥有意识的模拟人？因此，从纯粹的几率上讲，在所有有意识的存在中，只有一个是处在基底现实中的，而其他数十亿、数万亿的存在都活在模拟世界里。所以，你和我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真实存在的几率微乎其微，趋近于零。这个结论比 AI 末日论本身还要颠覆我们的世界观。但杨博尔斯基博士并不是为了猎奇才提出这个观点，他接着说出了一句既荒诞又充满黑色幽默，同时也发人深深的生存建议。他说，如果我们真的活在模拟世界里，那么你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变得有趣，这样那些操控模拟城市的人才不会因为觉得无聊而把它关掉。让自己变得有趣，去爱，去恨，去创造，去体验，去犯错，去感受，让你的生命故事充满曲折和精彩，因为这可能是我们作为一个城市角色唯一能做的事情。这或许是对我们当下困境的一个最奇特也最深刻的注解。好了，让我们从这个宏大的哲学思辨中回到现实。无论我们是否活在模拟中，眼前的危机是真实的。杨博尔斯基博士以及越来越多像他一样的顶级科学家，如 AI 教父杰弗瑞·辛顿，都在反复重申一个观点， AI 安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也是最紧迫的议题。它的风险远远超过气候变迁或核战争，因为如果我们在 AI 这个问题上搞砸了，其他所有问题都将失去意义。目前这场由科技巨头主导的 AGI 竞赛，在本质上就是一条自杀任务。唯一的希望，也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让那些手握权力的开发者们，从他们对财富和权力的迷梦中醒来，真正意识到这场豪赌对他们个人、对他们的家人同样是致命的。我们必须悬崖勒马，停止建造我们无法控制的、通用的、代理人式的超级智慧，转而把我们无与伦比的才智投入到开发那些对人类真正有益的、可控的、专能化的窄 AI 工具上。这是一条更艰难但唯一通往生存的道路。这场对话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如果你还想继续看到这样不受主流左右的深度内容，请务必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的唯一动力。你知道的，这类真正触及核心的内容非常敏感，随时可能从网络上消失。所以我强烈建议你立刻把它分享给你在乎的人，至少让他们拥有知情的权利。